的各个地方啊，然后都希望它是长长久久、美美满满，就是非常幸福的。那这也是为什么我今天选择做烩面的原因。第二呢，它又是我很爱的我一个家乡的美食。然后希望大家在2023年就是都可以去投入到自己的，无论是工作还是学习当中，或者自己的就是那个感情当中各种各样的，然后多陪伴家人。然后呢2023年其实就是健健康康、幸幸福福。然后最后这赵林在这里给大家这个用河南话给大家拜个早年啊，因为还没有到这个年三十呢，也没到初一呢，咱提前就拜个早年。那赵林祝大家，哎呦河南话，赵林祝大家新年快乐，万事顺意。新年快乐，万事顺利，大展宏图，兔年大吉，幸幸福福，美美满满，阖家欢乐，永远幸福，多赚大钱，学业有成，考上理想的大学，考上理想的高中，考上理想的小学，然后工作上非常顺利，多赚大钱，然后那个谈恋爱的，那个结婚的，祝你们百年好合，早生贵子啊！然后就这些吧啊，反正新年就这些吧，就希望大家都开开心心的就好了。